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邱马克。今天呢，要来带大家参观新一代设计展，每年呢5月25到28号在世贸中心展出。今年呢，还是一样，就是非常多的学校参加。那这个地点就在世贸旁边，可以看到101，人非常的多，所以如果你有提早到的话，可能会排队排很久买票。一张票只要200块，就可以参观到全部的设计师的作品。那这个设计师其实就是今年毕业的同学，就是全台湾设计系或者是电脑多媒体设计系的毕业生，他们的作品联合的展览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台湾新一代设计师的设计能量非常的丰富、多彩多姿。这次展览呢，我看了全部之后，挑了30个不错的设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0名，这个猫头的设计。这个猫头是一个立体的面具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跟其他的设计比起来，这个是立体的，唯一的看到有立体的，也不能说唯一，应该就是说设计的蛮不错，立体雕图案的。不再只是平面的，所以我给这个30米。第29米呢，是有3个作品。那这三个作品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冥冥之中是玻璃雕塑的，那种淡蓝色的色系，那配合灯光之下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个也是同系列，就是微光相伴，黄色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不是玻璃，这是木头的，但是它的配色是一种迷彩，飞鸟玩物。第29名就是这3个作品，非常的漂亮，设计的非常漂亮，天空因鸟而美丽，沙轮有鸟而完整，就这个抬头也不错。那28名呢？我给这个最新电玩游戏常看到的 Pixel 系列，就是，然后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赖清德的 Pixel 画风，对，自立自强，功德无量，海豚转弯，余耀龙们，这应该就是国民党党主席。一个不够，两全其美，但我不知道这是谁，看不太出来。左边这应该是吴敦义，对，因为他曾经说过海豚会转弯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不错的第二十七名是这个全是微不足道的小子，这个 title， 他的设计是深蓝色，再配上一个明显的云彩。是绿色，就是色系属于鲜艳型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很有质感，很鲜艳，很醒目，这样子非常的不错。所以是第27名。我来看第26名呢，是这个办公室盆栽。其实现在因为大家都坐在办公室，都在吹冷气，没有机会看到绿色的植物。这个设计就把一个砖头可以。很让 user 很方便的去买一块，然后就可以站在那里，可能不容易打翻，然后设计感也不错，也不会有土掉出来，因为圆圆的很容易掉出来嘛。这个不会，你看到一个一个这样的，所以这个东西，这个设计是不错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第25呢是这一位，这个设计，这设计是一种用一种霓虹高鲜艳度的粉红紫来设计，一个配上霓虹灯，对，这个海报设计的非常的棒，高鲜艳度非常高的一个醒目的设计。24名呢是这个银汤匙，这银汤匙设计的很精致，
那吃东西起来应该不会影响的。但是如果拿这个吃东西，应该都是贵族，因为看起来就是很高级的餐具。那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汤匙、叉子变成这种设计，对。然后下一个23名呢是这个不倒翁的企鹅，它可以当抱着，也可以当坐着的。企鹅的这个肚子呢，它是软软的，然后触感也不错，还让使用者非常喜欢玩，可以坐可以整。好奇感产生，也可以互动。对，就是不倒翁就对了，它你推掉它就会倒开，然后造型是企鹅，这是很新颖、很不错、很新颖的设计。那下一个就是22名，这个木马，这个木马是小孩子骑的木马，但是设计的，就是设计感全木质的，不是那种塑胶玩具，就是。这怎么讲？质感很好的一个木马，摇摇马，对。然后看第20名是这个，21名是这个，灯饰。这个灯饰的上面的网状的东西其实是中国制组成的，所以它刻工是很细的，光线照上之下散发出一种微光，这是装饰品，而且设计感很充足，很有品味。然后来看第20名，就是这个一所大学的数位多媒体设计学习，他们的布景，绿色的光，看起来不会很贵，但是却能有一种很特殊的质感产生。如果你在现场看，你会觉得很绚丽这样子。他把充分的把这个，应该是用 LED 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，绿光设计的很棒，当现场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19名到第10名的作品。第19名的作品呢是这个苏德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设计的蓝色系，这一整个你可以看到书本、便条纸、信封。封面还有它的海报都是一整个系列的，其实这就是设计师该有的 sense。有时候不应该太多颜色，太多颜色又花花绿，但是太多颜色也是另外一种设计风格，但是就是不能够太怂，就对。那这个设计就是一点都不怂，非常的有质感，一系列的设计配得非常的好。那我们看第18名。这个躺椅，这个躺椅应该任何人看了都会想上去躺一下，因为就看起来很舒服，像棉花糖一样的一个躺椅这样。第17名是这个木日，它的配色其实你在现场看的它是会闪动，有点像极光的感觉，但极光没有这种很漂亮的色系。所以这就是很漂亮的人，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设计，就对了。用 LED 在背后在那边闪烁，这种光的表现。第17名，我们来看第16名是这个设计，这个是一个纸本的设计。用两种颜色，很单调，但是却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不会杂乱。也不是很鲜艳的红色，是一种彩度比较中等的一个红色，跟一个这叫做 Tiffany 绿吧，对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配色还不错，对，所以这是第16名。我们来看第15名，是朝阳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他们的布景，可以看到这个根本就是艺术家的作品，一个点散开来，很简单，主题是共居，但是却有一种很强的设计感。
只用黑跟白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，非常的非常棒的设计。第15名，那我们来看第14名是这个椅子。这个椅子呢，有点像贝壳做的，但其实它都是毛线做的，应该坐起来会非常舒服，软绵绵的。然后它的颜色也是配得很好，王座的感觉，海底龙王的王座的感觉。第14名的椅子，它的这个全名叫做舒压单人，是真的蛮舒压的。第13名是这个掉下来的东西，球溜滑梯。那这个非常的舒压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它看那个球掉下来的过程，就让你可以有一种释放的感觉。第12名是这个羽毛的鸡毛毯子。那这个鸡毛毯子很特殊的是，它是粉红色系、跟黄色系、各种色、蓝色系、淡色系，就是舒服色系的。它这个都是经过染色的。我问过当场设计师，他就是说他们去拿那个鸡毛，就请人帮他染色，摸起来触感很好。就看到的各种色系，就是很创新的鸡毛毯，这不再只是一般的鸡毛毯，很柔柔的，很舒服柔软。所以如果这个真的做成一个真实的商品，一定大卖的，因为这种鸡毛毯子很少见，柔触感非常好，一定大卖的。那看第11名是这个震动陀螺，它叫做为你好，它是针对手掌的穴道的一种震动器、按摩器。因为上班族长久呢，久坐少动，然后如果有这种震动器的话，可以帮忙按摩一下手部的穴道，这样有点像刺猬的东西，震动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0名，就是这个水晶椅吧，这个椅子，它坐上去会发出淡淡的光芒，很有质感的一个椅子，就是最近很流行那种生活用品跟 LED 结合，那这个设计是有点像那个《复仇者联盟》里面那个空间宝石一样，蓝色的设计很漂亮。OK。来看第9名到第1名的作品。第9名是这一个宠物用的一个梳毛工具。这比较特殊的是，它可以装入清水，然后就可以帮猫梳毛，顺便呢可以把它的毛结给打开，平顺的梳理它的毛发。然后里面还有吹风机的功能，就是微微的风可以让猫更快的干燥，再撒一点水之外呢，还微微的热风，然后让它不会感冒。我想猫应该会觉得蛮舒服的，而且它这里面还有测试是 USB 充电，所以它不用电池，它是可以充电的。第8名是这个设计，这个设计这个玻璃式的设计，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淡蓝色的蓝光，这个必须用雷射雕刻吧，才可以把这个后面这个光的图案设计出来，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棒的。第8名是这个。那我们看第7名是这个包装的设计，这个包装是一个配合一个茶农的茶虫的设计，名字叫茶虫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盒子，上面有四种色系，蓝色、绿色、黄色还有红色的一个包装，里面还有 QR code， 还有一个设计成像小礼盒的东西，茶包，这是一个茶包的设计。
觉得如果茶包都是设计成这个样子，应该销售量会很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，就像送个小礼物一样，把一个茶包，普通的茶包变成一个小礼物的感觉。第六名是这个设计，这也是一个包装设计，是一个鸟类的卡通的包装设计。你看，它是一个造型的鸟类，这是突破平面的，这就是2D 的设计，已经不是，这应该是说3D 的设计，它不是，它突破了2D 的，一般的设计品都是2D 的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设计出3D 造型的包那个设计，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3D 造型的设计，它不是只是贴一张纸上去，画个图案贴上去，它现在是一个鸟的图案立体的设计。可以看到这一个呢，它是方块酥，是方块酥，非常可爱的。如果把这个拿来送呢，对方应该还蛮高兴的。方块酥的造型的包装设计。那看第五名是这一个，这个设计非常的优秀而且漂亮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它的设计是一种对比的。蓝跟黄的设计，而且动画有动画，我们待会可以看看影片就可以看到，卡通式的设计，有很有趣。第四名是这一个设计，就是有点像玻璃琉璃的设计，但是它很神奇的是创造出一个很漂亮的山的感觉，水晶柱的感觉，一个是蓝色一个绿色的，非常有设计感。如果在家里面摆一个这个，这叫情境灯，应该整个家里的气氛会变非常的好，柔光，就好像宝山一样这种感觉。那你有去大卖场买过那种99块的夜灯吗？它就是设计感就是非常的糟，一个造型。那你看再跟这个相比差的非常的多，这个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设计感，就是在上面，不是那种99块的夜灯可以比的。第四名是这个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名的设计，前三名的设计，这是一个海报，是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面设计系的海报。它这个海报比较特殊，中间有一个像蛋黄的东西，但是其实我当场就摸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平平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就很吸睛了。一个海报可以设计的让大家想要去触摸的感觉，就很不容易。如果你不仔细去摸，你不知道这个蛋黄到底是突出的还是平面的。实际上它是一个平的，你摸起来就是一张，就是它是一个印刷的效果，但是它是一个突出。你远看觉得呢，它是一个突出的一个蛋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吸睛的设计。那再看这个海报里面是烫金的，这海报的里面的小面的图案是烫金的，非常的棒。来看第二名的设计是这个场景的设计，流光调配所，这是一个哪一所大学？它没有写得很清楚，但是这个当场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就是把流光设计的非常精致，不是平面的，它是一个会流动的一个光，这样子很柔的光，像极光一样，就流光，其实就有点像极光那样柔顺的光这样子。缓慢的流动，像水一样的流动，当场看是非常美的。所以这是第二名的设计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一名的设计。第一名的设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十字绣的孩子，大礼物语，十字绣与孩子，这上面都是十字绣。我们来近一点看。
这是艺术品，这真的是艺术品。你可以仔细看看，但它这里面的设计就是配色，不管是配色还是造型，有点像 RPG 游戏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大理国小为宜兰最北的偏乡小学，由于学生数少，在团体活动的花费上对孩子及家长来说相当沉重，所以为了筹措学童活动经费呢，他结合了课程教学和艺文手作进行募款回馈商品的制作，并借由募资平台扩大募资规模，所以他这是一个募资的计划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设计，就是他应该是透过这些东西来做募资吧，卖这些东西来募资。但是这个同学他的设计很有设计感，这个前途不可限量。再大家再看一次第一名的设计，这个不管是配色或是造型，都画了很多功夫，也很有设计感。第一名的作品这个。好啦，今天带你介绍完了，今天带大家介绍完了新一代设计展所有优秀的作品之后呢，其实还很多，但是我没有把它列进来，没关系，有机会我再介绍一下其他优秀的。不过比较优秀，个人觉得很优秀，丘马克觉得很优秀，就是大概这三十个作品，这是第一名的作品，它结合了一点慈善的意味的作品。大理物语、十字绣跟孩子，